两口。棒耶！还好你在放假，你想要就出去嘞。人想要去日本吃海鲜。坐在阿翔腿上，谢欣穿着短裙演秘书跟老板偷情。十一年前的节目短剧被网友挖出来，当时耗子则是演一名算命仙。你的查甫面相看起来我那真好哦，恁上好吼，恁两个莫斗阵，上好分手，还是分手啊？这里哦。耗子铁口直断要两人不要在一起，否则下场会很惨。网友发现这些剧情跟阿翔爆出的婚外情几乎完全吻合，真的是神预言。你有我的位置啊，连最后被老婆抓包的戏码也一模一样。不过事件女主角谢欣事发后几乎神隐，就连昔日姐妹小甜甜也对她很失望。IG 上抛出跟凯乐的合照，还手比爱心。小甜甜之后又再抛出闺蜜照，但唯独不见谢欣身影，遭网友批她急着撇清。小甜甜则无奈表示这是两回事。就是今天如果你喜欢上一个男生，可是这个男生呢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没关系，你有分手粉，你只要往他们身上撒了，他们就会分开。谢欣跟阿翔的外遇风波持续延烧，连好友都被放大检视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